好，我们今天来简短介绍一下这个拍品。看起来好像没什么特别的，其实很特别啊。这个是下面是这个乌程图啊，这个榉木，整个的榉木是整挖首颗，然后这个有一个这个款啊，这个是冈山那边的乌程图，而且它这个看到它这个边角底下，这个一样的是这个木头器，它这个边角底下它有这个微微的起线，等于说它又薄薄的又剃了一层地下去，然后等于是。很费工啊。那接下来这个常常看到这种茶盒，你觉得好像没什么特别啊，而且这个特别的小啊，跟放月饼盒一样，本身也长得像月饼一样特别可爱，而且呢它特别薄啊，就是我们常常卖这种东西，从来没看过这么薄啊，薄的跟纸一样啊，大家听着声音啊，这薄的跟纸一样啊，但是其实它是原木整挖的啊，所以今天来特别介绍一下 ，OK。